我是一名芭蕾舞演员，也是一名音乐剧演员。我来自于湖南长沙，现在生活在美国纽约。目前我是百老汇音乐剧《歌姬魅影》的演员。我现在在《歌姬魅影》的后台，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呢是魅影的化妆间休息室，然后这边就是她的服装，看到这是她的斗篷，然后这里是她的帽子，看她古董上的帽子。现在这里是我们的照片墙，从1988年开始，我们所有的卡斯的照片都会挂在这里。来，两边都是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31年来有这么多演员参加演出。这里是1988年首演的一个阵容，你可以看到莎拉布莱曼，莎拉菲。Thank you.